中東整個地區裏面，約旦其實是未有港產片去拍過。在一個山上，然後那種建築物其實很漂亮，空拍很漂亮。很多彎路在山裏面，會幻想到很多暗藏的殺機。你開始踏入一啲荒漠嘅時候，全部都係軍營，去到好似一本 manual 喺你面前咁。三四，喂，呢架要十架，呢架要幾多架？拜拜 ，clear the way。一架坦克，哇，鏟過啲沙，砰，嗰啲風沙萬里嗰啲感覺，喺你面前一樣震撼。砰，走！中東地方也是挺亂，啪啪都有發生過喺動亂。所以戏里在打，外面也在打，很有那种危机的感觉。这是我妈妈啊，阿莲莲，不要去，小心点啊！其实在里面你会见到很多制作上的配合，拍一些震撼弹那个真的出来，就在现场掹，砰掟给我们看看。它那个响声呢，百几分贝，大家都要失衡的。Once this is done, blocked over there, once this is blocked over here. 我们揸架车落山，其实望落下低，全部都是密集的生活区来。很少会见到那个城市感和一些那么大的灯会有接触。就是我们在一般电影里面看不到那种真枪实弹的感觉。整个在约旦的战争打斗一定会吸引你的眼球。